陈董，哎，是，我到了。哦，好，你下午重要。好，那我中午钱给你，没问题。喂，林毅啊，对，那个陈董他的那个资料改下午就要，你先帮我处理一下。今天下午，中午前先交给我好吗？可是我还有一份围棋的企划，哎，哪个比较急？好了。喂，陈董的资料我有寄给你了。好，我收到了。哎，是陈董啊？怎么会？不好意思，同事可能写错了，我还特别有交代他。哎，抱歉，我现在马上改给你，等一下就寄出来。好，拜拜。